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有听懂的蔡依龙 Game Studio。今天我们要来继续去寻找我们的村庄的。坏了，酷酷跟血血快坏，怎么办？我刚看到的南瓜在哪里啊？我刚从上空有看到南瓜，哪里？哦，看到了啦，在那里。我们一样放一些指标。当然才能知道我们的一些我们家的方位。好，那对南瓜，耶，得到了南瓜，获得 get 南瓜 get。我觉得我们这一次出来这个探险是一个蛮成功。还没有找到村庄，对，我们要赶快找到村庄，咚咚，通不通？通不通？找到村庄，通不通？嘿嘿嘿嘿嘿嘿，我的枪嘞！上次有睡吗？上次我是在哪里睡的？我有拍史莱姆农场，对，然后现在是正在发的状态，可是我已经发了好多遍，就是发不出去。但是我也有 check 过我的档案格式啊，对，我有 check 过了，可是档案格式还是不行。那请容许我去上个厕所，等我一下哦。恭喜我！哎，不行这样。为什么？我刚刚明明按暂停啊！他就攻击我，怎么这样坏？太坏了！对哈，没有火把。砍一点树吧。没有带煤炭，那就更快了。
都爆掉了。我刚，该不会是我的父母脚脚吧？啊，我的帽子还有脚脚都爆了。完蛋了，我觉得我会不会这一次要失败呢？那我看我们先躲夜吧，你们觉得嘞？我觉得躲夜是个好方法，因为我们太胖了。好吧，就不躲夜。装备也太烂了，所以等我们就是装比较好一点，或者就我们集聚什么胡萝卜后面。